去到最後一節向左望的節目時間啦，咁我哋錄影的時候，其實當然其實你政制方通過都仲有一段日子，或者可能不通過啦。咁但係其實嗱，除咗頭先我所講呢個起立起矛啊，或者你會見到其實如果你睇翻成個團隊出到去，基本上嗱，當然如果你話睇主流媒體，梗係你會見到係一班被動員嘅呢一個建制派人士，即係非常支持曾蔭權啊，又或者甚至如果大家願意俾30蚊嘅話咧，食翻餐飽啊，周圍去行下嘅話咧，甚至都可能某程度上你都要做翻少少嘢啊，去回饋翻誒依一個咧建制派人士啊，去支持曾蔭權等等。咁呢一樣嘢我哋又唔理啦。咁但係再做一樣嘢就係話，如果曾蔭權搲爛塊面，響就住可能俾人抌臭雞蛋嘅危險，都要落區做起謀依個宣傳嘅話，好大程度上你話無論佢係今次唔願意又好，或者被逼都好，都要做依台戲都好啊。好大程度上，佢響成個局勢嘅考量嚟講，問對自己或者未來佢借一啲信任嘅人嘅接班前途啊，又或者甚至係跟住嗰幾年佢管治嗰方面咧，其實曾蔭權要揀呢個選擇，某程度上亦都可能係依一個無可避免或者無可選擇嘅一個即係做法嚟嘅。咁所以好大程度上，你都會見到就係話，即係咁多司長。甚至你會見到，如果你真係誠心願意去同市民溝通談話，我諗絕對唔會 hea 到專登搞一啲有冷氣嘅一啲商場，去到派幾分鐘傳單跟住走，做得又行貨又核突又肉酸㗎啦。咁又或者甚至係會話，如果你連同市民接觸都要咁多人去包圍你啊，保護你話，咁不如你班自己嘅學道。然之後把你樣出嚟就算數，咁你都唔需要做一台咁核突，或者俾人咧恥笑到一無地自容嘅戲啦。咁所以你話究竟今次成個政改，就算你話最終通過都好，你話今次特區政府係咪贏家呢？好肯定未必係噶。好啦，嗱咁就嗱，而家大家睇到呢個咧，就係2012政制改革嘅彈仗。我睇咗嗰啲香港起矛嗰、那個嗰、那個傳單咧，我覺得真係寫得非常之差啦。第一文字非常之唔通順，我讀一讀俾你聽。香港是一個依海而建的城市，依海而建真係佢唔識中文嘅咩？係咪啊？依海而建，大家知道梗係喺即係喺海邊做嘅。香港唔係個島嚟嘅咩？係咪？因為佢要因情造民，就話要整到風浪雨窮，又係自己發明，係咪？咩？呢個邊個人寫噶哥？咩咩嘢？乜嘢中文嚟嘅呢啲啊哥？第一段已經好好笑啦，已經係。係咯。係咯。咩？大家同一屋檐下，坐埋同一條船，大家努力咧，就令到香港短短幾百年蜕變，蜕變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啦。咁當然你話依一樣嘢同係咪支持依個政改方案係咪有關咧？咁我阿蘭頭都諗唔到嗰個關係。係啊。嗱，咁然之後啦，不如整幾個 gap 位出嚟啦，係。嗱，好簡單。嗱，啲中文就雖然方案未能令每個人都滿意，使乜個都字咧？嘥氣。每個人就隱含咗，每一個人滿意已經得噶啦。但確實會令又會加多啲嘢落去嘅，係咪啊？香港民主發展向前邁出了一步，係咪啊？全部都係英式中文嚟嘅，係咪啊？嗱，咁呢個我唔理係咪英式中文啦。咁但係好簡單啫嘛。如果你識一件嘢，嗱，依件嘢啦，甩頭甩骨，間唔中會壞，唔知幾時會壞。但係如果你用你好嘅，你就好噶啦。你好簡單，我覺得民間咧又係有問題嘅。如爭辯論又係，或叫爭如辯論、如爭辯論，都係反映唔到朝野辯論啊嘛。一個在朝，一個在野啊嘛。揾兩個人嘅姓算點先？係咪啊？咁我諗好大程度上，即係香港嘅政治宣傳啦，或者政治依一個化妝啦，我諗仲有好大好大嘅進步空間。如爭辯論啊，咩事啊？你可以我做乜要益啊？如爭女士咧，咪咯係咯。喂，而家所以話講爭如辯論啊，爭如啊，做乜話做乜又益啊爭喎？依樣嘢嗱，所以其實即係朝野辯論最簡單，係咪一個在朝一個在野？嗱，依一度嗱，如果睇翻呢個單張，中文極差。
嗱，睇翻個單張，嗱，當然我頭先去依一個民政事務處攞啦，見到一大沓都基本上冇人攞，咁誒拎嚟當係。嗱，呢個第一個就係、是、可能我想學法國啊，但係三色其實國民黨嘅色嚟嘅，啊，青天白日滿地紅，又係錯咗誤啦。政治唔正確嘅呢樣嘢。係啦，係啦，冇錯啦。咁嗱，呢、這、一個佢落區去宣傳，受到市民靴咧，其實係。佢始料不及，咁而我覺得曾蔭權就係嘆為觀止，就係、是、手持一張貓紙，將貓揸住貓紙嗰張手，仲係揸埋個麥喺度嗌，我真係未變過咁白痴、咁頓嘅人。你有冇見過一個政治領袖要揸住一張貓紙貓紙嚟嗌口號同埋講嘢啊？驚讀錯。不知道發生咩事，係咪要注埋音咧？嗱，老實講，咁醜怪嘅嘢，快啲 delete 咗佢啦！阿哥，你咁搞乜嘢？我喺度，我哋坐喺度四個人，唔絕對唔需要咁樣噶嘛。如果你發乎內心，唔使咪揸貓紙啊，哥。嗱，各位我做，佢又唔係講緊啲數據喎，佢最多咪講嗱，我而家呢，我係揸住德蘭修女個像，但係個問題佢揭幾頁嘅喎，唔通有幾張德蘭修女個像？有幾個聖人？阿哥，阿哥，你真係，所以你曾蔭權你搞乜嘢喺度？是不是先？即是一個特首落到去話明是跟呢個市民溝通，是不是同呼吸共命運，都要揸張貓紙啊？你唔係啊嘛？使唔使啊？你見過人哋求婚揸住張嘢咁講啊？讀未噶？我愛你啊！我好愛你啊！唔好等我揭揭先。我讀漏咗依句啦。我每日都想見到你啊！應該每年先喎、啊。哦，我冇啊，你唔得啊！喂，大佬，你點求婚啊？佢講嘢冇誠意，淨係求婚都唔得啦。咁你話你面對六百幾萬人，落到去揸住張台詞讀啊，哥，你有冇搞錯啊？呢、這個曾呢、這個唐英年就同人鬥大聲，係咪有病㗎、啊？佢細佬咯，咁曾蔭權帶頭嘅就話：喂！你哋係多數喎，你哋多數喎。其實係我咩咧？係佢講嘅原話係點樣？我知道。嗯。就係其實佢見到台下咧，嗰次佢係喺呢個順利村嗰頭，好似啊，有個民建聯唔知自由黨搞嘅嗰啲即係聚會，就叫佢去。其實佢見到台下啲人，你哋多數都係100，但係因為佢你哋多數已經俾佢口號聲掩蓋咗，佢咪變咗好似你哋多數咁啊？跟住咁就停一停我啲後聲，佢哋少數，咁就出事咯。其實佢初頭真係衝心嘅，佢冇揸馬屎嗰次。你多數都100，佢哋少數都聲大，唔好同佢嗌啊！想咁噶嘛，大佬。但係冇計啊，咁所以佢就喺度嗌，係咪？所以冇，我覺得成個團隊已經係可以講冇嘢講嘅。你睇林鄭月娥即上次講過。少少嘢俾人搏一搏，唔出聲啦。今次其實佢亦都係，我覺得林鄭月娥係大家唔明白我講咩係咪？唔明。佢話女性話俾人話可恥咧，佢係有啲唔開心。係咯。其實呢個係對女性嘅歧視，以前對女性嘅，因為形容女性嘅生殖器官咧係用恥部啊嘛。係啊，恥毛啊嘛。恥毛啊，恥毛，呢個係對女性嘅侮辱嚟嘅。咁佢會聯想到嗰樣嘢。係啊。我真係。我服咯，佢唔通翻工諗住嗰啲嘢？唔係咯，即係呢個係一個，我覺得佢哋真係完全係去到嗰個場合，我覺得真係完全上到，完全係被混混上到，即係冇啦，真係唔知呢個係政治嘅。喂，如果我老細咁，我都唔知點樣生存咯。係啦，明白，所以咧好煩。咁我覺得大家咧六月。如果是6月17日就聽下余爭辯啦，係咪？即係我哋社運連啦，同埋其他人都會可能搞啲嘢嘅。大家留意網台啦。咁而我知道包括 RTV 即係呢度在內咧，都搞咗一個由市民用呢個錄像嘅方法、錄影嘅方法咧，係向呢、這、一個余若薇同埋曾蔭權咧係問。咁我希望大家為余若薇打下氣啦，因為余若薇都。有啲壓力，佢同我講啊，就有啲壓力咁樣。我希望余若薇能夠這個輕輕鬆鬆啦，係咪？打即係放低包袱，
啊，即係呢個清心直説就得㗎啦，辯論就係好簡單嘅啫。咁啊，仲有一樣嘢就係、是、如果覺得唔妥，咪到時有一啲臨場嘅發揮，咁俾阿曾特首一個措手不及咧，話唔定有意外後果效果嘅。好啦，好啦，咁就再見啦，時間到啦，我哋下禮拜見，拜拜。拜拜。